Wow.就擒！梦儿，范爷好生潇洒。范爷，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轮回之路已经封锁，阳间所有魂魄均不得超生，你就等着看冥界和阳间一片混乱吧。带我将你曾经封印之中，再带你去冥界轮回。轮回，可笑！看看谁！咦，魔王？你可认识这？轮回之人。就凭你一个小小的鬼差，你以为就这么轻易的让你逃脱？待我灭了你，你再去征服冥界！哈哈给点钱吗？哎，那乞丐！你其实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注入了你的肉体。待我办完要紧之事，必定带你到冥界轮回，给你安排一个好的来生。
结束。来，兄弟们，灯光收一下，收工了。好。小美，喂，你在哪呢？我拍完了，我已经到你楼下了，你赶紧下来吧啊！哎，好嘞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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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去哪儿？我想吃大闸蟹。正宗的吗？嗯。小心咬你哦。我只希望你能记住了，你以前做过什么我都可以忘记，但愿你以后好好对我就行了，而不是说我喜欢你多有钱。我是希望你记住这一点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哦，停！怎么了？熄灯。来嘛，宝贝儿。来嘛，宝贝儿，来嘛，宝贝儿。你不要咬，你谁呀？这是坏我的好事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小美，你看到我手机了吗？小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骗子！你说过你会爱我，我对我好，你自己有老婆了，还欺骗我的感情？你说什么？我欺骗你什么了？我说过，你可以不爱我，但是请不要欺骗我，好吗？啊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还想继续欺骗我吗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要离开你，我要告诉你的老婆。我要让你知道欺骗我的后果！哎，你快回来，我要来真的。你这个贱货，像你这种女孩子，我见多了。谁呀？喂。
天是你的生日，忘了吧？嗯，我马上到你宾馆楼下咯。嗯，好吧，待会儿见哦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好，我一会儿就到楼下啊。嗯，好好，先这样说。好，再见。坐牢的，坐牢。现在不是还没人知道吗？就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二郎，你去自首吧。二郎，首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我会等你的。你怎么能让我去自首？再见面了。
安然，别下车，我怕。没事的啊，没事。我怕。别来找我了，啊！嘘，啊，先进来啊，先进来，先进来啊，哎，好 ，OK。翟总，您泡的茶。哎呀，你看你翟总，给人家衣服都弄脏了，你要给人家买新衣服。行啊，我现在就给你去买。哎呀。来吧，不要，不要，哎，讨厌，来吧，好。翟总，你怎么了？翟总，干嘛去啊？你有病啊！大晚上的穿个白衬衫，出去！你有病，全家都有病。小张，来杯咖啡。小张，
喂，阿郎，你快跑，来不及了，小美找上门来了。小美？哪个小美？就是你撞死的那个小美。对，你赶紧跑吧。人流深，阴影横，人间万事，人无先知，冤情如此之多，你有何冤情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阻拦我复仇？法师林逍遥，维护人间正义。呸！就你来和我说真？你这么不讲武艺是吧？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。你说有什么冤情，给我说，我可以帮你。我要复仇，我要你们都死。他们肯定会受到制裁的，但是你最好束手就擒。Thank you.
不近女色。相机啊，随便随便。服务员，两杯咖啡。怎么想起约我来了？哦，是我前夫给我你的电话，说是你帮了我。你前夫？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慢用，谢谢。他跟我坦白了，说对不起我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啊，你已经离婚了，这样也好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人间正道是沧桑，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。虽然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知道是你帮了我，你是好人。嗯，好人，好人。好，在下林逍遥，乃法师一名，年方二十，擅长捉鬼，至今未婚。如果你是美女，请说叮；如果你是男士，请挂机。哦，哦，啊，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缘分呐。服务员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？一杯咖啡，不，一杯奶茶。哎，哎呦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范爷吗？好久不见。安娜。安娜，先生，先生，您是要咖啡还是要奶茶？喝奶茶还是喝咖啡？白开水，两杯白开水。哦，两杯白开水。哦，你是怎么找到我这个搭档的？找到你是需要技巧的。什么技巧啊？满身的狐臭。去你的，我洗过澡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对付魔王，你找到轮回之眼了吗？这几天我一直在追寻魔王的踪影，恐怕魔王还有新的行动。魔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我兵分两路，我去对付魔界的，你留在这里。我留在这里？对，你留在这里。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个凡人，你跟着我干嘛？给我添堵啊。嗯，小娘们，骚男人。等我们完成使命之后，我带你去冥界复命。好的，我会追寻你的踪影，找到你的踪迹。你只要打开你的封印，我就能找到你。保重。安娜，安娜。先生，您的两杯白开水。安娜。
服务员，哎，结账。我们这里开水不用钱。免费的？对。Thank you。咋了？老张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死了！我没吓你，我看你，你在吗？你不在家，你去哪鬼混了？黄河两岸呢？啥两岸啊？家里马桶堵死了，我出去撒尿啊！哎，进去吧，外面风吹得冷死了。甜甜，你在干嘛呢？
没事呢，有我呢啊，没关系。啊！大呼小叫的，不就失恋了吗？至于那么惊讶吗？哦，没事，就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而已。我真的失恋了，我不想哭，也不想喝酒，可是你陪陪我吧。好啊，我们去哪？嗯，我们去找梁静吧，她最近不是在酒吧唱歌吗？可我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让我去啊。啊，你妈在家呀？没在啊，出去打麻将了。那不就行了，赶紧出来吧，等会儿我开车去接你。嗯啊，好吧，我就下去。来个 Price Tag 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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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排一首 Price Tag。好嘞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吧，来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Since everybody got the prize, I wanna have.好感动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小姐，世界那么大，好男人那么多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你看袁静过来了，来接着喝。哎呀，两位稀客啊，欢迎欢迎。哎，哪里稀客了，我们之前住一个宿舍，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，一起逛街，还有一起耍帅哥。我就说嘛，有你们在最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来喝酒，来来干杯。干杯。今天天气还蛮好的，你们今天怎么有心情啊，正到这边来？想你了呗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不要那么难过。来，再喝。美女们，我可以请你们喝一杯吗？我们暂时没空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神经病，别理他。来，我们自己喝。哇塞，摇滚不羁女青年啊！当然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有点喝多了。我不能再喝了。我送你们回去吧。没事儿，开的挺好，可以吃。来，接着喝。
你就在这留一晚吧。嗯，不行，念心还在家等我呢，我得回去了。真的不行啊？嗯，真不行，不行。那行，那你就早点回去吧，别太晚了啊。行吧，那我回去了。没法过日子，这都是命中注定。我给你们烧点纸，我对不起你们，真的对不起你们。我恨我自己，这老天都是在惩罚我。我一定学会，我一定好好做人，对你们好好的。我真的好恨我自己，恨死我。我一定向你们惩罚。
小姑娘，我不是你的妈妈。什么？你家在哪？你不是我的妈妈。不要再去伤害他。你的妈妈跟我是好朋友，走，叔叔带你去找你的妈妈。让我来再为你念一段来生咒。哪里啊？叔叔，叔叔，你不是说带我去见我的妈妈吗？小女孩，你告诉她，我们在你出生的地方。小女孩，哪里来的小女孩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其实这个事情，在我当差的时候还颇有渊源。什么当差？哦，当15年之前。呀，小兰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孩子睡着了。啊，孩子睡着了。你看你，一个离了婚的单亲母亲，你怎么能养活活这个小生命啊？我看呐，你就跟着我吧。正好我老张也单身。老张，你说的啥呀？我没说啥，我想帮你养这孩子吧。你看这脾气这么暴。这孩子自己养这孩子多不容易啊，我帮你养这孩子，正好你不能生育，咱俩一起养活这个孩子，这不挺好吗？你看怎么样？
你男人不要你了，我要你不就行了？出去，给我出去，出去！为啥要出？我站出去，还得打人呢。又待会儿呢。我说你这个女人，你跟着我你怎么就吃亏了？你本来你就不能生孩子吗？真是。别哭了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要是对你不好，天打五雷劈，可以了吧？你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好这个孩子？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怎么了？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我还想带你去买衣服呢，你怎么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小兰，小兰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为什么要想不开？小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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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可怜的孩子呀、啊！什么情况？有事说事。魔王的事进展得怎么样？轮回之眼，我已经有一点线索了，但是你自己也要小心。今天找我什么事？哎，
近日得以灵童冤魂，无可超度，你可有法？如今轮回之眼未曾夺回，世间所有怨灵均不得超生。那怎么办？不过本姑娘身为冥界鬼差，倒是有一法。什么办法？招魂。安娜，记住今晚子时。怎么又走了？就是这里。干嘛？说出来怕吓着他。招魂。我与安娜相约子时，为何安娜还不来？谁来呀？你不用管。林法师，我害怕。不用怕，哥给你唱首歌。好啊，你唱吧。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歌。安娜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等我干嘛？你不是有人在陪吗？法师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没事，我在做法。安娜，子时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哼，一会儿再收拾。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鬼门关已经打开，但是只有三分钟。谢谢，稍等。好。招魂咒。的小女孩呀，小女孩在这里吗？我想见她。你为什么想见她？我有个妹妹，是我对不起她，我看到她就好像看到我的妹妹一样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成全你了。不要怕，他们并无恶意。你看，小女孩的妈妈，过来带她走。
孩子，孩子，到妈妈这里来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想你了，妈妈。过来，孩子，我的好孩子。安娜，保重。老张，老张，老张，给你送鸡汤了。真的对不起你。老天哪，我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？真的对不起你。我要重新做人。老天哪！朝黄色，哼！如果我再信一个人的经过，将一统三界。魔王，大言不惭！什么是大言不惭？臭不要脸！魔王，你臭不要脸！要打就来吧！无尽必起，我俩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已经召回你的经魄，你快变回鬼神，与我合体，与他迎战。别以为你双鬼合体能奈我何，我已吸得9999人魂魄，今天就拿你来完成我一统三界的大业。魔王，就凭你还想统领三界？痴心妄想！你盗取轮回之眼，扰乱三界秩序，残害无辜生灵，简直是罪大恶极！我现在奉魔界鬼王之命，誓死将你降服。
老范啊，如今轮回之眼已经夺回，快和我回冥界复命吧。安娜，我还不能走，我还有事未了。那你不与我回冥界复命，不怕鬼王怪罪吗？你替我在鬼王面前求求情，我很快回来。怎么了？舍不得我吗？没事，延迟完了，走了。生活有点苦，我一点都不怕。我儿子聪明，女儿可爱，老婆美如花，一切都有啦。师父，师父，徒儿，这你疯了？非要跟他装呀？对呀，滚吧！对呀，滚吧！师父，多亏你的指点，我才打败魔王，取回轮回之印。师父，那么下一步我要回冥界复命，您还有什么给徒儿吩咐的？没有了。那师父，你再帮我算算我跟安娜的事情会不会有结果啊？头一胎肯定是男孩。啊？真的吗，师父？哎，慢。怎么了？你恐怕回不去了。你在人间还有未了之事。跟你们说，今天晚上在酒吧可逗了。有一个客人问秦王说：“你用的琴是什么琴啊？”他说：“是秦始皇的琴。”我阿廖，你唱首歌吧。阿克库里乌鸦虎奔呐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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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布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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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车！又怎么回事你？怎么了？撒泡尿。你事儿真多呀你。快点。来你啊。快点。哦，我再跟你说，那天我又遇到个神经病。你问他在酒吧里。我唱歌的时候他这样鼓掌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喝很多去也这样。他们两个也这样。那你们俩不就一块变傻子了吗？这死胖子怎么那么快？我那么慢还不回来啊？你看你话说的都讲不清楚。喝多了吗？帮主掉粪坑里了。你咋才回来？那我们走吧。好啊，走。你在干嘛呢？大爷好。你还有心思睡觉？剧本给我改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你能不能干？
不能干我立马换人。可以，马上叫。导演，我马上叫啊，马上叫。